花影，宋代，苏轼。重重叠叠上瑶台，几度呼童扫不开。刚被太阳收拾去，却叫明月送将来。亭台上的花影一层又一层，几次叫童儿去打扫，可是花影怎么能扫走呢？傍晚太阳下山时，花影刚刚隐退，可是等月亮升上来，花影又重重叠叠出现了。